到混乱浮沉，抛骨肉与归尘，等几轮重逢，从何幻术他魂，弯刀起魂。无关风月翻涌，谁望眼直落寒风，在虚招寻得之真如手，却挡不住诉愁，歧路遍体淌走，莫等候此间折手，绝望间写上去说九九九遍，是谁推演中明月，苍生难免，生世界外尘退远，云中凡间，破旧一世心机之间，何此夜重拾绝境信念。在九尘大陆，道魂被分为天、地、玄、黄四大层次。拥有道魂的人通过努力修行，历经断体境、凝血境、野灵境、领域境、辅天境、退神境等六个阶段后，即可超凡脱俗。再过三天我就得被放逐了。嘿，都麻利点儿，嘿，动作要快准狠，嘿，无所谓了，嘿，反正也骂了我娘了，早就习惯了。呦喂，这杨少爷还伸懒腰呢，还没出现道魂，不着急吗？你们都走开，不许欺负我哥哥。哥哥，他们这么奚落你，你怎么也不开口反驳呀？好妹妹，别生气了，哥只是觉得没有那个必要。他们笑他们的，我就当没听见。倒是你应该好好准备一下，紫云学院可是咱们大夏王朝最强大的学院之一。你入了学院，可得好好修炼，到时候有一个强大的妹妹，我这个当哥哥的脸上也有光，不是？哥，我舍不得你，也舍不得爹娘，三天后你真的要被放逐吗？哥也舍不得你。嗨，没事儿，又不是见不到了。爷爷也太狠心了，就算没有道魂也不能把嫡孙放逐吧，都是一家人。这是家族的铁律，不是爷爷一个人能决定的，爷爷他还是爱我们的。将来你可以随时去找我呀，到时候哥给你做你最爱吃的糖醋排骨。我一定会经常去看你的，无论我们分开多远多久，你永远都是我最爱的哥哥。哎，明天就要被放逐了。嗨，我居然有些舍不得这个地方。
哎呀，哎呀，疼死我！我刚才是在做梦？哎，哎呦，一定是太紧张了，都出现幻觉了。哎呀，启禀主人，事情已办妥。好，下去吧。是。陈儿，你起来了吗？起来了。娘，你怎么想起来叫我起床了？今天是你16岁的生日。你爷爷说了会亲自帮你庆祝，娘来是叫你去给爷爷请安的。真没想到在走之前爷爷还会陪我过生日。别怪你爷爷，他其实一直都很关心你，只是你毕竟没有觉醒道魂，府内针对你的人本就很多，如果你爷爷再对你过分关心的话，只会让这些人更加不满的，那样的话你在养府内的日子只会更加不好过。陈儿，娘知道你这些年受了许多委屈，一直以来都忍耐着，娘真的很心疼。娘，陈儿，孙儿给爷爷请安。房间下边的道魂，而且还属于辅助型的医书道魂。哎，不过总算是觉醒了道魂呐。成儿，你不用离开府内了，不管你是什么道魂，爷爷都会好好指点你修炼的。爷爷，对不起，孙儿给您丢脸了。嘿，别灰心，医书道魂虽然是辅助型的，但终归也是有用的。说不得你今后会成为一代名医，名流千古。做人嘛，最重要的是要有豁达的心胸。走，陪爷爷下棋盘棋，我们爷孙俩可是有很久没下过棋喽。孙儿也有很久没下过棋了，棋艺肯定退步了。你小子，爷爷您可得让着点孙儿。好好好，我得快先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云哥。什么？陈儿觉醒道魂了？不过是皇阶下品的辅助型道魂，总比没有道魂强。我们家好歹有心儿这样地阶下品的天才，也足够了。有我们在，也不怕陈儿受欺负。大哥，就为了给杨晨过生日，用得着将我们所有人都叫来吗？当然有必要啊，明天晨儿就该被送出去了，我们这些做长辈的就当是送送他喽。难得大家能聚在一起吃饭，这有什么不好吗？我最近正准备潜修，没那么多空闲时间耽搁了。老三，你们就慢慢吃吧，我不奉陪了。哎呀，最近总感觉睡眠不够啊。这是怎么了？都给我坐下！你们俩身为长辈，在小辈面前如此姿态，成何体统？你
你们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大哥？今天不光是给陈儿庆祝生日，更是要借此告诉大家一个消息：陈儿已经觉醒了道魂，不会离开杨府了。什么？觉醒了道魂？这怎么可能？你们觉得我像是在说笑吗？陈儿确实已经觉醒了道魂，虽然只是黄阶下品的道魂，可终归是可以修炼了。黄阶下品的道魂。来，让二爷看看你是什么道魂。老二，你在做什么？我没想到陈儿的身体如此单薄。陈儿，没事吧？不会怪二爷爷的吧？你以后可得好好修炼了，可别给我们杨府丢脸。多谢二爷爷、四爷爷的关心。陈儿身体有些不适，想先回去休息了。陈儿，要不要三爷爷帮你看看？谢谢三爷爷关心，陈儿没事。陈儿，记得明早来藏书阁，三爷爷帮你挑选合适的功法。知道了，三爷爷。陈儿告退。想和我斗，还太嫩了。哥哥，等等我。心儿，你怎么出来了？哥哥，二爷爷分明就是故意伤你的，你为什么要忍着？你应该直接说给爷爷听。我是不想让爷爷为难，他们毕竟是兄弟，要是因此而闹得不愉快的话，对我们杨府是很不利的。从小爹娘就教过我们，凡事要以家族为重，能忍耐就尽量忍耐。我们杨府能够有今天并不容易，所以妹妹，你一定要好好在紫云学院修炼，等将来成了顶级的道魂强者，就能够庇护杨府了。我知道，我一定会好好修炼的。只要有我在，以后谁也不能够欺负你。嗯。哥哥，早点休息啊。好。哦，这就是我的道府神功吗？真是广阔。让我来看看我的道魂内有什么。哎，学习医术还不如学习诗词歌赋呢，说不定还能成为国之栋梁呢。好了，先看看吧。欢迎来到万大叔。谁？不用紧张。你是谁？我名为黄宇。对你没有恶意，你是我选中的人，我已经救你两次了。救我？什么意思啊？这是你的家事，我管不着。总而言之，万道说是从你原本道魂之中诞生的新力量。等等，我原本有道魂，你为什么要抹掉？还有，你为什么会在我的体内？你原本的确是有道魂，如果觉醒的话，应该是地阶上品的剑指道魂，还算不错。什么？地阶上品的道魂？你先别激动，你原本的道魂呢，的确是地阶上品的，不过那也算不得什么。你现在的道魂比那好上上百倍、上千倍。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子吗？谁会傻乎乎的认为黄阶下品的道魂比地阶上品的道魂好？你
你现在的道魂虽然品阶低下，但它却可以不断蜕变，拥有无限的可能。只要你努力，将来其完全可以比天界的道魂更强大。你不觉得很有意思吗？可以不断蜕变？它不就是个医术道魂？什么医术道魂？这可是万道书，世间绝无仅有的道魂。它拥有吸收融合其他道魂的能力，也就是说，你不但能升级自身的道魂，还能学习别人的道魂哟。你可还记得七岁那年，你意外摔下了山崖？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进入了你的体内，并一直蛰伏着。汲取你原本道魂的力量，慢慢塑造出了万道书。那你呢？你又是什么人？我的来历你现在不需要知道，我选中你仅仅只是为了让你做我的传人吧。你现在看到的我其实只是一个印记与残魂的结合体罢了。我也不知道自己现在算什么状态，反正我是无法再出现在世间了。万道书就是我最后的归宿。你让我做你的传人，我该怎么报答你？你目前不需要考虑这些，你现在所需要做的就是开始修炼。就靠我现在仅有的医术，靠什么去打败别人啊？你好歹给我个战斗型的，医术有什么用？医术，它可以让你拥有超凡的恢复能力，更方便你炼药熬炼紧身。另外，你原本的道魂已经被融入了万道书中。啊，如果还能使用自己原本的剑之道魂的话，那就是再好不过了。我还是先将功法传授给你吧。哎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就必须要努力修炼了。对了，我还有件法宝要送给你。是什么？这是雾灵药鼎，是万道书的半生法宝，二者相辅相成。你以后可以好好运用此鼎，相信雾灵药鼎会对你今后的修炼有所帮助的。师尊，这尊雾灵药鼎有什么用啊？不会只是用来炼药的吧？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可惜呀，为师如今除了这雾灵药鼎，却是什么都无法给你了。你想要什么东西的话，就自己去争取吧。不管怎么说，总还是得到了一样宝贝。现在我需要熬炼肉身，这尊药鼎无疑正好能够派得上用场，今后就靠自己吧。徒儿多谢师尊赐宝，徒儿也一定会努力修炼，不会给师尊您老人家丢脸的。好徒儿，为师相信总有一天你一定会站在这个世界的巅峰的。师尊的方法果然管用，相信再调息几日应该就可以痊愈了。这是我夫人江月。玉长老。玉长老远道而来，辛苦了。不必客气。哥，哥，快过来。站。哦。
晨儿，快见过紫云学院的玉长老。玉长老是特意从皇城赶来接心儿的，今后也将会是心儿的师父。此人既然是来接心儿的，那就是说以后想再见一面心儿就是不容易的事情了。晨儿。爹，见过玉长老。听说你昨天才觉醒了道魂，以如此年岁觉醒道魂倒是颇为罕见。听心儿说你是医书道魂，正好我这里有一本医书，算是一份小礼物，你可以拿去看看。此书是我来的路上意外发现的一座洞府中所得，我对医书炼药并不在行，所以也就没有翻阅，你自己慢慢去参阅吧。多谢玉长老。星儿，到了紫云学院后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，有机会哥哥一定会去皇城看你的。我一定会好好照顾自己的，哥哥你也一样，如果谁敢欺负你我一定会回来帮你报仇的。诸位，我就带着星儿告辞了，后会有期。快走啦。星儿，等着吧，哥哥一定会让你骄傲的。星儿，常回来看看。晨儿，随我去藏书阁吧。黄阶下品的道魂还是辅助类的，即便再怎么修炼也难成大器。是啊，说不得还会浪费府内的资源呢。大哥，你应该不会偏私的吧？放心，我当家做主这么多年，何曾偏私过任何人？我不会多给晨儿任何资源，同样的也不会少给他。既然大哥你都这么说了，我们自然是相信的。还有三个月就是府内年轻一辈的大比了，今年晨儿总算是能够参加了，我可真是很期待哟。二爷爷如此关心我，到时候我一定不会让二爷爷失望的。晨儿，我们走吧。说起这藏书阁呀，晨儿，这些都是我们杨府收集到的秘术典籍，涵盖了各个领域，不过医药这方面的极少，仅仅只有几种，你都可以拿去看看，在这一领域上你算是我们杨府的第一个了。都是些药方医理类的书，没啥特别的。哎，你说你们杨府是蛮古城四大家族之一，不会就这点藏货吧？晨儿，这个书架上摆放的便都是修炼功法了。我杨家在蛮古城经营多年，通过各种手段好不容易收集到了八种修炼功法，你自己看看吧，看适合修炼哪一种功法。别着急，慢慢看，这八种功法你可以随意挑选。好的，三爷爷。任何一种都可以。这部算是我们杨家收藏的最好的功法，你若是能够修炼那是再好不过。三爷爷，这部功法不完整。是啊，我们只收集到这么多，后面的缺失了。那修炼完了以后怎么办？难道就此止步了？倒也不是，每个境界的修炼功法都是不一样的，所以可以在各个境界选择修炼不同的功法。哦，原来如此。三爷爷，我可以看看其他的典籍吗？可以，不过不能够带出去。
本身的道魂就是剑道的，必须得在这上面下苦功。飘絮，好像是一个灵动的剑诀。回去以后慢慢练吧。想要将肉身淬炼到足够的强度，单靠寻常的修炼是不行的。我得去买些药材回来炼药。既然他们想在府内大比上看我的笑话，我就让他们看看，我杨琛绝对不是好惹的。你看，是我这是祖传的宝刀。哎呦，真不错。对呀、啊，都在那儿。在哪儿？在哪儿？哎，杨琛少爷。真是把好剑啊，可惜买药没那么多钱了。哟，这不是我们杨府的大少爷吗？真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两位堂哥。两位堂哥不是身在枫兰学院吗？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我们也没想到堂弟你居然能够觉醒道魂，真的是很让人意外啊。不过可惜觉醒的是医书道魂，还真是没什么用啊。大哥千万别这么说，人家堂弟好不容易才觉醒了道魂，我们应该好好恭喜他才对呀。哦，对对对，应该恭喜，再怎么废物的道魂也是道魂吧，今后出去当个大夫什么的也是不错的嘛。我觉得当个大夫救人也是很不错的呀。怎么，堂弟，你很喜欢这把剑吗？对，十分喜欢。不对吧，堂弟，你可不是剑之道魂，拿着一把剑也无用吧？我买来收藏，不行吗？收藏嘛，堂弟可真是好兴致。既然堂弟你这么喜欢这把剑，就当是堂哥送你的，平时拿在手里过过干瘾，应该挺不错的。那就多谢堂哥的慷慨了。麻烦帮我把这把剑装起来，我堂哥付钱。杨志，杨新少爷，这把剑是皇阶中品的魂器，需要50000个金币。5万？这把剑这么贵啊？要不然堂哥你还是别送给我吧，太贵了。没事，堂弟你尽管拿去就是了。既然堂哥都这么说了，那我就不推辞喽。二位堂哥慢慢看，我去别处逛逛。哎，慢慢看啊。杨晨，你好样的。大哥，
他得意不了多久的，三个月后就是府内大比，到时候一定让他好看。嗯，说得不错，他现在笑得开心，今后有他哭的时候。此非凡品，恭喜皇上。恭喜恭喜，这么一柄皇阶中品的剑，外面少说也得六万金币，今天没花一分钱就拿到了，真是赚大。这些药材多少？已经给少爷打过折了，只要7000金币。哦，给您。果然啊，不论在哪儿，没钱真是寸步难行啊。哎，我这是招谁惹谁了？接连遭受两次攻击，还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儿。恶徒，受死！住手！王家的小丫头，你出手未免太重了一些。即便陈儿有什么得罪你的地方，你也不该下此毒手。还是说，你故意想挑起我们两家之间的事端？是他先将我扑倒在地，妄想轻薄于我。我教训他一下，也是理所当然的。这，而且这里是方氏，是道魂修士应该来的地方。他连道魂都没有觉醒，本就不该来这里。现在自己倒霉，怨不得人。没事的。师尊，徒儿太倒霉了，出去买点药，居然也会被人偷袭，还让一个女人给打了一顿。你说徒儿是不是太没用了？你的身体或许还很脆弱，但你的灵魂却比一般人都要强得多。为师现在就传授你万道书的灵魂秘术，这也是你今后融合其他道魂的基础。徒儿一定好好修炼。修炼需要平心静气，要一步一步的来，但且记住，善恶有报，本术太过霸道，本就为天所动，你要慎重使用，莫要害了好人性命。为师相信以你的天资会很快掌握这门灵魂秘术的。父亲，怎么了？我刚察觉到陈儿体内出现了一股很特别的力量，竟是吸收掉了我的一些道魂之力。这种情况我还是第一次遇到。吸收掉父亲你的道魂之力？不过只是一丝，也许是我的感知出现差错了吧。你们也不用太担心，陈儿并无性命之危，好好休养一段时间应该就可以恢复了。多给他准备一些补品吧。好，陈儿的身体还是太弱了一些。父亲，这件事情就这么算了吗？哎，小辈之间的矛盾让陈儿自己去解决吧，不然王家那边又该说我们小题大做了。这也算是对陈儿的一种磨砺了。夫人，你一人照顾陈儿太辛苦，还是让府里新来的那个丫鬟过来伺候吧。那苦命的孩子也好，我去安排。夫人。
你是什么人？奴婢叫雪儿。雪儿？你为什么会在这里？是夫人让奴婢在这里伺候少爷的。你说我娘？真是奇怪，我娘怎么想起给我安排丫鬟了？哎呀，你看着年纪很小，为何进了杨府做事？少爷，你是要赶我走吗？求求你不要赶我走。雪儿从小父母双亡，已经走投无路了。雪儿什么粗活累活都能做，你觉得我停停停停，你留下吧，赶紧起来，快别哭了，不然等会儿有人进来，还以为我把你怎么了呢。你从哪儿来的？进入杨府多久了？奴婢是孤儿，已经没有亲人了，是夫人可怜我才将我带回府内的。就在三天前，那时候少爷你正好被人送回来。你等等，你说我昏迷了三天？少爷这几天一直在昏迷，夫人本来是一直陪在床边的，刚才出去亲自给少爷你熬药去了。难怪我感觉全身都酸痛了，原来是睡得太久了。哎，对了，我的东西呢？啊，都放在那里呢，奴婢没有动过。哦，那就好。晨儿。晨儿，晨儿，好了，娘，我又饿了，有吃的没？有，娘这就给你去做。夫人，算了，药就放桌子上，我自己喝吧。嗯。关好门，晨儿刚醒，别让他受凉。有了这些药，不但能够帮助我断体，还能顺便把伤都治好。这方子还是玉长老所赠的那本医书上写的，师尊说叫化生诀，十分玄妙，希望能够管用吧。看效果如何了，可惜差了一味至纯至净之物做药引，不然药效起码可以增强一倍。少爷，我给你送莲子羹来了。好浓的药味啊！少爷，你在做什么？纯净，说的不就是雪儿这样的单纯女孩吗？少爷，你想做什么？别多想，我没什么坏念头，只是想请你帮我一个忙。少爷要我做什么？很简单，我想要几滴你的血，可以吗？我的血？滴几滴血进入鼎内就可以了。嗯。哎，行了，可以了。手指，一点小手段，不足为奇。记住了，在我房间中看到的一切，都不许对其他人提起，包括我的爹娘。另外，
今后我或许还会需要你的血，每次只要几滴就好。当然了，你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提出来，我会尽量的满足你。不用了，少爷，你能够让我留下来伺候你，这已经是给雪儿最大的恩德了。雪儿不敢再奢望其他，只要少爷需要，雪儿随时都可以把血贡献出来的。你不用这么拘谨的，我和别的大少爷不同，在我这儿没有那么多的规矩，你也不需要低声下气。来，这碗莲子羹给你喝，算是给你的奖励。这怎么行呢？这是夫人专门给少爷你熬的。这是我给你吃的，你可是我的丫鬟，难道不听我的话吗？我可是很不喜欢不听话的丫鬟哦。这就对了。行了，这里没你什么事了，去休息吧。啊，那少爷你也早点休息。这小丫头还真是挺可爱的。药引有了，这些药汤可以发挥出最强的药效来。自然是免不了的，坚持，我杨晨不是废柴，我要让所有人都看到我的蜕变。师尊教你的这套功法名为金骨法，名字虽然平平无奇，但却可以锻造出最强的体魄，锻体境，凝血境，眼灵境，领域境，辅天境，退神境，这六个境界均是存在着一种最为玄妙的修炼之法，而金骨法就是针对断体境的无上功法。至于你到了凝血境，就要另寻探索了。既然这都是传说级的功法，能掌握一个金骨法我已经很知足了，剩下的就靠机遇吧。嗯，这个药方配上师尊的金骨法果然神奇啊，仅仅一个晚上，我的修为竟然就提升到断体第二重了，还将我的身体的一些暗疾给治愈了，真是舒服呀。这么早，谁会跑这个地方来啊？对雪儿下手，猪狗不如的东西，不配为人。还好杨欣这个混蛋没有防备，要不凭我现在的实力被他察觉到后，吃亏的就是我自己了。道魂，师尊果然没有骗我，仅仅融合了一个道魂，万道书就蜕变到了黄阶中品。不错，看来我得多多融合道魂才行。我得赶紧带雪儿回去，千万别让人发现了。
晨儿。啊。今天怎么起得这么……啊？哎呀，晚了晚了，忘记关门了。我这啊，待会儿到我房间来。完了完了，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唉，别害怕，我什么都没做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看着我的眼睛，冷静点。你觉得我是坏人吗？你还记得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吗？我只记得晚上快到厨房的时候，突然被人从身后打了一下，然后就什么都不记得了。少爷，到底发生什么了？这件事情你不要再过问了，也不要对任何人提起，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。你可以放心，我不会害你的，你信我吗？信。啊？你为什么相信我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反正就是相信。少爷是好人，肯定不会伤害雪儿的。哎，你还小，难辨好坏，今后你就慢慢明白了。好了，告诉我你住哪儿，我过去拿点衣服过来。我也不知道你要穿哪件，索性全拿过来了，你自己慢慢换吧。随便糊弄也会被看穿啊！算了，听天由命吧。进来吧。你如实说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是这样的，娘。我今晚路过听见假山之时，看到杨欣。简直是无法无天，我这就派人把他抓起来，让你爷爷秉公处置。娘亲明鉴，但请对雪儿保密，我担心她会留下阴影。晨儿长大了，懂得为他人着想，但你也要答应娘，以后有任何事不许藏着掖着。娘放心，总有一天儿子会让你骄傲的。这紫金币一枚可值10万金币啊！没想到杨欣还挺有钱的。啊，这难道是一株灵参？嗯，是灵参。汲取天地灵粹长成，蕴含磅礴精气，对修炼的帮助极大。真的是一株灵参，走好运了。这是老天在眷顾我吗？有了这株灵参，接下来我的修炼就会更加顺利了。你在炼体的时候，每次加入一些灵参，炼体的效果必然会大大增强。
所有药材，经脉就可以全部重塑，第一阶段的筋骨修炼就完成了。今晚最后一次熬炼，希望能顺利重塑最后几条经脉。头部乃是灵魂栖居之所，一旦出现什么差错，我只怕要交代在这里了。来的努力，修为达到了断体境第五重，已经是超出我的预期了。别太得意，你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突破到断体境第五重，靠的是筋骨法的神奇，还有灵参和那个不错的药方。师尊，你不夸我也就算了，可也用不着泼我冷水啊。我也没得意啊，只是有点高兴罢了。臭小子，你还差得远呢。你现在修为刚突破，经脉也才刚塑造完成，为师帮你挑选了一个药方，你立刻去准备吧。又要买这么多药材啊？我去哪儿弄钱啊？哎，看来只能把那三个紫金币给用掉了。师尊交代的这些药材，我们杨家灵坊估计不全的。至于王刘两家，和我们杨家是死对头，就算有我也不去找过他们家生意。这么算来，能去的只有赵家的灵坊了。去之前还是先乔装一番吧。是要大集结，希望我要买的药材这里都能有，不然就麻烦了。交这么高的价，还逼一个十个订单，把这个先交给他，他就能给你们上好的单呀。卖呀，只换对呀，这合适。照这个单子抓药，麻烦客人稍等片刻，小的这就去。这位客人，实在很抱歉，您所需要的药材缺少了一种。少了哪一种？少了石莲花。石莲花，师尊为我挑选的这个药方中最重要的就是石莲花，
缺少了的话，整个药方也就没有多大用处了。看来还得去别的方式走一趟。哎，这位客人，您恐怕要失望了。石莲花如今在蛮古城内，应该都已经没有存货了。怎么回事？这石莲花呀，对于生长环境要求极为苛刻。距离我们蛮古城不远的幽云山，乃是大夏王朝为数不多的一个石莲花产地了。以往需要石莲花时，都是去那里采摘的。但就在前些日子，幽云山中忽然来了一头厉害的魂兽，霸占了幽云山，外人就再难进入其中了。原来竟还有这等事情，算了，你先帮我把其他药材打包了吧。好嘞，客人，其他药材一共是5000金币。你看，您稍等，小的这就给您找钱去。要想赚钱的话，府内大笔倒是个机会，如果表现得好，定是有奖励的。怎么多了1000？回客人，紫金币和金币的换价是有波动的，这是按最新的比例算的。您走好。果然，四大家族的灵房都跑遍了，还是没有。看来得去幽云山上走一遭了。去吧。当是一种历练，富贵需要险中求。好吧，等我做些准备再去吧。接下来就去地摊那边碰碰运气吧。我说怎么人这么少，这里面连一个凝血境的高手都没有，想来也不会有什么好东西。看来我是真的想多了，宝贝哪是那么容易淘到的？我还是早点回去为前往幽云山做准备吧。无论如何，也要把石莲花给弄到手。瞧一瞧，看一看啊，各种宝物，绝对物超所值。难道是一件宝贝？哎，客官，您看，哟，这位少侠，哎，您看看，这都是好东西。这东西该不会是从墓里挖出来的吧？三样首饰需要多少钱？这家伙看起来挺有钱啊。三样的话可以给你便宜点，10000个金币。你还不如去抢呢。价格好商量嘛，那8000个金币怎么样？哎，7000总行了吧？别走啊，你既然嫌贵，那你开个价吧。1000个金币。1000？你没开玩笑吧？我这可都是古董精品啊，别家是买不到的。那这样吧，我再吃点亏，5000个金币。1000？别呀，你再加点嘛，4000怎么样？1000？3000，这是最低价了啊。1000？哪有像你这样讨价还价的？算通这些东西也不容易啊。1000，你爱卖不卖？你算你厉害，1000就1000，我怎么就遇到你这种客人呢？1000就差不多了。做生意嘛，别太贪心，薄利才能多销。我就没遇到过这么难搞的客人。不过说到底还是我技高一筹，这些都是倒倒来的无本买卖，买多少不是赚呢？这东西似乎没什么特别的，
哎呀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既然东西是你发现的，那就让我看看答案吧。试试看吧。没想到你还真淘到宝了。真的？那师尊，这是件什么宝物？这是一枚空间戒指，在如今这个世界也算是稀罕物。空间戒指顾名思义，就是蕴含着一个空间，是可以用来存放物品的。所用的材料亦是很特殊，倒是并不常见。那师尊，您知道如何炼制空间戒指吗？为师自然懂得，但即便传授于你也无用，一则材料难寻，二则你没有参悟空间法则，哪怕是空间最小的空间戒指，你也炼制不出来呀。那还是算了吧。快，趁现在，滴血认出。戏里面空空荡荡的，居然什么都没有。有了这戒指，以后要带什么东西倒是很方便，出门也不用大包小包的。敢偷我的东西，看我不打死你！我没有，这是我在花园中捡到的，我不知道是你的。还不承认？我的簪子一直戴在头上，怎么可能会掉？一定是你偷的！我打死你个臭丫头！我，你们胆子不小啊，居然敢欺负本少爷的丫鬟，是不想待在杨府了吗？杨晨少爷，是这个臭丫头偷了我的簪子，我不过是教训她一下罢了。偷你的簪子？本少爷的丫鬟岂会偷你的东西？当真是笑话。少爷，我没偷，我真没偷。那簪子是我捡到的，而且我已经还给她了。我说是你偷的，那就是你偷的，你休想狡辩。是吗？你还真够霸道的呀。看来你是准备在杨府内当家做主啊？就凭你一个丫鬟也能有这么名贵的珠钗？说，是从哪儿偷来的？这是杨明少爷送给我的，你要是不信可以去问杨明少爷。杨明平白无故为什么送你簪子？怕不是你偷的，还在这狡辩。杨晨少爷，你这是故意冤枉我。杨明少爷知道了肯定不会高兴的，你要知道。你敢打我？小小的一个婢女，竟敢对我这个杨府的少爷大呼小叫，是谁给你这样的胆子？杨晨，我的好堂弟，你可真是好样的，竟然连我的婢女也敢打，真是好大的威风啊！是不是觉得觉醒了道魂就能执掌杨府的大权了？少爷，快救我！少爷，救我！杨晨，你这是要和我过不去吗？堂哥言重了，我不过是教训一个偷东西的婢女罢了，让她知道尊卑。堂哥觉得如何？看来你最近修炼颇为顺利啊，那就让我来看看你究竟成长到了什么程度。
堂哥，看来你这些年没怎么认真的修炼啊，是将精力都用在那个丫鬟身上了吗？既然堂哥刚才已经出手试过了我的实力，那也请堂哥接我一拳试试。我堂哥需要好好修炼一下，不然两个月之后的府内大比可就难以获得好的名次了。雪儿，怎么样，疼不疼？不疼了。杨晨，明少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快把杨晨给本少抓过来，本少重重有赏。是是，任何事情本少一力承担。你们想做什么？奉阳明少爷的命令，要教阳晨少爷你一些规矩。规矩？本少还用得着你们这些狗东西来教？给我滚开！阳晨少爷，那就对不起了，擒拿上！回去告诉你们主子，如果他再敢来招惹我，一定会让他后悔莫及，都给我滚。好的，这就滚。来，小心点，慢点，别着急，慢慢来。你转过来，让我看看你的伤。啊，这……你别误会，我就是想帮你治治伤。你要是不愿意，那也就算了，我去找我娘帮你看看。不用，少爷，请不要去打扰夫人，我相信少爷。少爷，我好了。他们欺负你不止一天了，是不是？嗯。太过分了，这杨府还真就由他们胡作非为了。我去找娘，把他们全都赶出去。少爷，还是算了吧，免得又多生事端，求你了。说来都因为我，要不是因为我这么多年被府内看作废物，没有资源，没有权势，他们又怎么敢这么肆意欺负你？雪儿，我对不起你。少爷，我……好了，你忍一忍，很快就没事了。我这就去找药给你疗伤。我都听少爷的。好了，哎，这个小丫头有道魂，你可以帮她激发出来。雪儿，你先站起来。不要动，身体放松。看来雪儿的道魂不寻常，道法神功居然需要如此多的力量。
天哪，居然是术法系的道魂！这种纯粹的气息，难道是？对呀，这个丫头的道魂不错，乃是天阶中品，是纯粹的天火道魂。若能好好栽培，将来必能驾驭天地间的一切火焰。徒儿，你好福气呀！他今后会成为你的左膀右臂的。天阶中品，连大夏王朝都找不出几个拥有天阶道魂的奇才。天哪，雪儿究竟是什么身世？少爷，我是怎么了？怎么一点力气都没有？你不用紧张，没事的。你刚才开启了道府神功，今后可以修炼了。不过这件事情你不要说出去，我会告诉你该如何修炼，修炼所需要的资源我也会想办法给你弄来，但是记住千万要保密。好的，少爷。原本一个人的修炼需要的资源就很多了，现在多了一个雪儿，真是压力山大呀。该怎么办呢？要不还是把这件事告诉爷爷吧。爷爷的话不行，一旦雪儿的事情传出去了，只怕觊觎的人会更多，到时候不仅帮不了雪儿，还会把雪儿置于极其危险的境地。免得多生事端，还是先瞒着吧。看看这是谁，这不是拥有黄阶下品道魂的阳尘大少爷吗？